好，这个章节我们来跟各位介绍有关 e d i 呢，哦，它的升级，哦的升级。那当然 e d i 升级前呢，有一些准备工作。当然，软体要按要下载，对不对？哦，那软体下载以外的话呢，第一个呢，你要先哦，我们的一个作业是这样子。一般来讲呢，我们都有时候会说，哦、我们把六点七升级起来，对不对？升级起来，然后升级之后，哦，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那我这边呢，哈、哦，不是这样做的，哦，因为我就比较一个保守的。 保守的方式，所以保守方式呢是什么呢？第一个，六点七，当然我们不会去用到它哦。但是呢现在目前正在工作，我先把它复制一份起来。最后，当然它占有空间，我把它删掉也好，对不对？就是把它复制起来。再来，我们呢，这个只是一个哦，做不做其实没有差，因为它本身我一我把它退出页、e、差 A 跟 B 退出之后呢，接着就不工作了，哦。 那我们怕说呢？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 V 升的七点零在加入的时候呢出现问题。我们是不是这一个六点七可以再马上回来用，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哈、哦，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呢哈、哦，第一个就把它备份起来。再来呢，我们要去安装新版的 V 升的。那当然要看你要升级的版本哦，六点六点七往上升级，现在七点零、八点零，你要去升级它。 好，升级完之后呢，哦，我们当然要把我们的夜差 A、B 有没有退出六点七，把它加入到七点零，对不对？是不是整个这个环境是不是都换掉了？这个叶差呢，这个 V 升它是,是变成七点零的，里面加了六点七的叶差主机，是不是这样子？哦，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来升级叶差 A 跟 B。好，那我们的档案呢，哦，因为我们是透过七点零，所以说我们的 V 升的七点里面呢，才可以去符合。 去安装哦，去线上去更新我们的，还可以去管理我们的六点七含以上。但是呢，哈、哦，你今天如果说版本是六点七的，你要去管理七点零的 E S 是不可以管理的，哦，因为你管理者，你你当然你版本要高一点，你才能管理往向下管理不能向上管理，哦，这是一个很多的环境都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好，那我们呢来看一下哈、哦，我们先这个备份，当然呢我们是练习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做。 哦，那但是我告诉各位，你可以做一下。再来，我们来安装微深的七点零。好，这边呢，我们就这个环境先留着啊、哦。这个只是呢，我们要正式环境留着。那我们要装七点零的话呢，基本上你要有一个夜差，其实七点就是一个夜差嘛，对不对？那我们是装在 C 里面嘛，夜差 C 吧。啊，C 里面呢，我们之前是不是在这里面，对不对？我们在这一台里面呢，我们有装了一个夜差 C。 是不是装了一台 v c 的 n e r 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 E 和 C 里面去装一台 v c 的，n t e r 啊、哦、v c e n e r 那这一台是七点零。好，那我们现在呢给各位一个档案的啊，各位档案呢之前呢已经有下载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档案下载的地方，好，那我们上次呢请各位下载这个七点零，在这里。 好，各位可以看到哈，这一个档案是它的夜差的哈、哦、的档案啊、哦，安装的作为系统的。那这一个档案是我们的 VCenter 啊、哦、的一个安装的档案。那这个呢，跟其实跟我们上次在安装六点一是很类似的哈、哦。所以呢，第一个动作，先把这一个 ISO 挂起来，在你的哦可耐端本机就可以先挂起来，好，把它挂载挂载起来。挂载起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呢哈、哦，这里就有一个光碟片。 好，过了一遍呢，你就点的时候呢，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有 install 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里面呢，好、哦，我们来看看，好、哦、，u、嗯啊、c l i 那 c l i 还有个 u i 对不对？哦，一般来讲，我们在 u i 里面呢会找到一个 install 对不对？好，我们就点两下，把它执行起来。好，这个画面呢，哈、哦，其实各位呢之前在安装的时候其实很像哦，那我们要改成繁体中文。 来这里呢哈、哦，有提供一个升级的部分哈、哦，大家当然保守一点，我们是建议是说直接就安装一台新的。好，我们按一下安装。好，这个呢哈、哦，各位可以跟之前一样哈、哦，你稍微呢再熟悉一下啊、哦，它安装时间会长一点。我们来先看看它让它跑。我们呢第一个呢，它按照一个部署一个 V C 的 server 下一步。好，这是一个呢哈，它的授权合约一定要打勾。 好，第一个呢，你就看哈、哦，它告诉你是一 s i 的主机，对不对？哦，那我们要连的是这一台叶 s 主机，是不是二二三？你不要连错了哈、哦，那为其他的空间不太够，我们用的是二二三，知道吧？所以呢，你要点一下，打一下，你要点你的，不是点我的。哦，你这个二二三不是我的，等一下我这边如果多加一个的话，哦，各位就是表示你点错了哦。哦，你要点你找你自己的这一台。 好，那我等一下再输入。好，这个呢，啊、哦，就是你这一台夜差的主机，对不对？哦，那你要输入你的账号、密码。好，这一个资料是要，你就知道哈，他是要让你登录到这台主机。等下呢，档案要汇进来，你要有相关的权限，所以他问你,你要。 较要做，你要登录到哪一台主机？好，那我现在输入之后，我们来按一下下一步。好，这一个凭证警告，你就按一下是，哦，要接受，知道吧？哈、哦，是。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 v c e n t e r 他是不是要在我们这一台二二三里面要去新增这一台，对不对？所以呢，请各位哦，稍微改一下，不要两个名字不要一样哦，一样呢，前面来加一个零零。 哦，然后呢，VCenter 呢，我们后面至少一点哈、哦，这样子要不会来改打一个七点零，打个七点零，零零是你的座号，哦，这个是你的座号哦，然后后面是你的这一台哦，虚拟机器的名称，哦，我们来知道它的功能，然后它的版本是七点零，好，再来呢，你要设定哈、哦、这一台机器要登录的账号，那告诉你是什么 root。Ro 对不对？哦，那密码，那你要么输入一下密码，这是设定的。哦，这是我们给各位练习的密码哈、哦。好，这一个呢，就是登录的时候，各位哈、哦、之前也用过的时候呢，各位可以注意到，就这一台，这一台嘛，对不对？这一台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VCenter，好，它在它的虚拟机器的本机哈要登录的时候，对不对？这一台登录的画面，哦这一台，这一台登录有一个 root 账号密码，哦这个画面你觉得跟我们夜叉很像，对不对？好，那这一台是六点七，我们要新增一台这样的一台七点零。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更新画面，好，密码输入完之后，下一步。 好，这里一样哈、哦，我们来看看它有告诉你哈、哦，你要新增的是什么样的部署的一个大小啊？它这是它的资源有区分哦，你的微型、小型、中型、大型，对不对？所以请各位哈、哦，这个我们部署用微型的哦。储存机大小这个也是用预设值，那我们选择是最小的，知道吧？哦，那告诉你，主机最多，你如果用这个微型，你主机最多是不是十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可以买十台主机，知道吧？ 那你如果今天要公司有超过十台主机，你的 V 升的就要跟他买的版权，就是要小型的，啊、哦，要超过一百台哦，十台以上，那它的空间就当然了，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足够的空间哦。基底是十二 G，记得之前是多少几 g 好像十 G 对不对？哦，六点七是不是十 G？好，那我们来下一步。好，这边呢哈、哦，就它的一个。 显仅显示的啊、哦，它的一个资源存放只有一个地方，就它本机里面嘛，对不对？基本上这一个 Data Store 三呢，我们是放在网络上某一个磁碟，知道吧？好、哦，只是呢，我们现在这一台机器并并没有给各位一个网络磁碟，所以它会装在本机。哦，这一个也是要放在网络的磁碟，知道意思吧？好、哦，也是也是要在 Ice Card 上面的一个 Storage 里面上的某个磁碟，这个空间，知道吧？不要放在本机上面。好、哦，但是我目前是练习，所以我们用放在本机上面。 好，这里也是练习呢，各位，我们用一个启用精简形式的磁碟模式，哦，要写大概要打勾。好、哦，那你呢？正式的环境你需不需要打勾？也建议可以打勾，知道吧？哦，要不然它会占用你原来的空间比较大一点。好，这个没有问题之后呢，哈、哦，我们来按一下下一步。这个记得哈、哦，我告诉各位的时候，不要哈、哦，下次在公司里面装装在本机上面的，这不对，它是一台虚拟机，知道吧？好，下一步。 好，这个呢就是呢，我们来看看哈，你的这一台机器，啊，这台 ESI 呢，它的相关的一个连网络连线的资讯，好，它告诉你是要连到这个位置，好，这个 VN 哈，我们的虚拟机器的，好，连接库群组只有这一个，好，IP before 对不对？然后再來把输入一下 IP，来，好，这个部分呢，我先稍微等候一下。 好，啊，当然这个 DNS 呢，你要设定成你跟你公司哦内、啊、部能够相通的，哦、啊，你可以用在内部的，因为你如果说在内部你你的 DNS 也要再增加一个，哦、啊，一个一筆筆一笔资料一笔记录。好，这个 IP 呢，各位不要重复到了哈，哦、啊啊，你要用你自己内部的，原来呢我这一台是二二四对不对？你要自己再换一个。好，我会给他一个名称哦、啊，就是二二五 IP 二二五。 好，你 IP 呢？如果不要重复到哈，你重复到，你当然还要做设定。你要把记得哈，要以前来里面的，不然等下我们这这这几台先不要开机，知道吧？这个先设定好。好，设定完之后来下一步。好，这个呢，当然是相关资讯 OK 了，对不对？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安装。来完成。好，第一步骤哦，这边呢就开始会去部署。有没有看到？这里就开始部署七点零的。 哦，然后他开始呢做，把他的档案拷进去。哦，当然再做一些他的一些相关，要拷进去之后，哦，后面才做一些启动啊、安装什么，反正不管它的功能就这样子。OK，那这个部分哈、哦，在安装中，我们就先暂停一下。好，目前安装中，哦，安装中呢，我们就先暂停一下。好，现在九十一趴，哦，我们再等他一下，一下现在九十一趴。 好，现在呢九十九趴，嗯，OK，来，我们看看哈，第一阶段就部署完毕，我们就可以按继续哦，继续呢下一步。好，那第一阶段部署完了，我们就按继续，它会去连到我们的微生的呃，enter, 我们的 i 微生的 server 哈，来下一步继续。哦，针对它的哦安装的一个管理程式里面，它会进行第二次第二阶段。 下一页，这针对我们的 V Center 哦，这两个是时间同步，我们当然它是已停用，我们是建议跟把各位改成以叶 i 同步。好，了 SSH 呢？它现在目前停用，我们就不动它。好，那你当然 SSH 说，我们可以透过哦我们的 SSH 方式去连线啦、啊。好，那下一步，这个直接改改成跟叶 i 同步。 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管理者的网域，要记得输入一下哦、喔，跟我们原来的一样没关系。啊，都小写哈。好，这个呢不要跟我一样哈、喔，前面是座号。 打一下密码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来看一下它这边哈，这边的我们之前是写零零，对不对？为什么 here 打 lock 对不对？但新版的话到七点零之后，他告诉你说，第一个字元必须有英文，英文哦，音数，音数字哦，音数。 那英数这些呢，就是英文字，我们再打个 A，这样就好了，知道吧？好，把密码输入一下，这个地方就是你的网易名称。好，不让你数字在前面，那这个等下记得哈。来，下一页。好，加入这个改进可以拿掉，因为我们是练习而已哈。好，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来安装。好，确定。 这边呢，哈，等下就开始安装。好，这边我们就开始让它安装一下。好，啊，现在让它开始安装中，现在到二十几趴，我们继续让它跑一下。好，这个安装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的安装第二阶段完成了，我们就把它关闭起来。好，关闭起来呢，我们其实呢，我们现在这一个连接的画面，它是连到二二三，是连到的是我们的这一台 V Center。 所以我们要再开一个，好、喔、开一个浏览器去连到哪一台？连到呢我们的这一台七点零。所以呢你要看一下你的七点零你设的 IP 是多少？现在是二二，我的是二二五，所以你要连到自己的。所以我们现在去连一下一九二点一六八点九零点二二五，25, 我是连到我自己的，哦、喔、连过去。然后呢各位去登录一下。那这登录呢可能会有点时间，哦、喔、如果我们刚时间够的话，哈、喔、它应该就完成了。 好像现在这启动完成哦，我们就可以呢登录一下。登录这边呢，记得一下，我们之前呢前面也多加一个 a，有没有啊、哦？有多一个 a 要记得一下。好，然后呢，我们来登录。好，我们登录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哈，我刚写到的，第一个动作当然是先不用做，对不对？实际上你可以做一下哈。那这边呢，我们新版安装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呢，要登录到我们的新版的七点零，0, 对不对？哦，所以说我们这边要呢登录。好哦，那我们现在登录到微信的七点零，0,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呢，是不是登录到微信的七点零？好，这边之后呢，这里就去哦，去我们自己就去新增一下你的哦，微信的里面的 data center。哦，你看一下 data center，按一下新增资料中心。 好，那我现在呢，前面一样来写个零零，把它加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呢就等于是很像各位吼一开始我们就去去去做一个环境的一个建制这样子。那建制的话呢，各位我们一开始在做微生的建制哈，因为們我们是我们是不是在学习的，是已经叫整个环境是正式的环境，对不对？我们要把它移植过来到七点零，所以这边呢你就直接做什么？直接就要去新增一个。 重启，知道吧？好、哦，这一项是新增重启。那重启呢？我们说名称你可以跟原来的一样都没有关系。好、哦，所以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是先加入我们的叶菜主机嘛，对不对？但现在呢，你不用，你直接呢就把 cluster 先新增起来。好、哦，所以呢要到七点你这边就新增重启。好、哦，我们呢这边呢新增重启。好，那重启呢，当然呢你可以呢，哦加到什么地方？那问你呢，你要不要打开？ 你就直接把它打开，这个就是我上次讲的哈。我们在建立一个环境，你熟悉的人建立环境的话，你就直接呢，哦，把这个动作就直接把它动作把它打，把一些功能把它打开。好，我们重启名称呢，就直接输输入一下。好，这边呢完成了之后呢，哈，我们讲这两个开关，我们原来在上课的时候是没有开，事后再开。 那我们现在是已经这个环境是已经正式的环境，对不对？我们要马上就要拿来用哦，所以呢，你一进来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好，按一下下一步。好，这样就完成。好，这边来讲呢，哈，到这个地方我们完成了呢，我再把步骤稍微写一下。好，这边。好，这里呢，哈、哦，你可以看到呢，我就要新增 data center 跟新增 cluster。 就是呢，这一个 data center cluster。当然，这里有一个哈、哦，就是说退出六点七，对不对？基本上哈、哦，它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在你的环境里面呢，有一个新的系统去新增你的 E H I 的话，那它会把旧的直接把它给断掉了。哦。因为后面加的优先。哦，因为你是管理者，你有账号密码就可以把它加进来。所以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呢，我就直接呢要去什么加入 E H I A 跟 B。 直接加到我的重集里面来，好，记得好。你退的话是这边，他这边的话会自己退掉，对，他会自己退掉。就是我们的旧版的有没有？现在是六点正在管理二点二点二一跟二二，对不对？那你今天呢，这里不用退，在七点零加的时候，他会把旧的把它退掉。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哈，我们就直接呢去做什么动作，去把 A 跟 B 加进来。 好，当然这些动作呢，你之前已经熟悉了。我们就在这边七点零来做一下。好，我们呢就直接在 Cluster 这边按右键，可以新增主机。好，这里呢就有一个主机，有没有现有主机所对不对？我们就去 I 打 IP 一九二点一六八点，好，你自己的。我是二二一，然后呢这里呢哈，你看七点零的版本。 它可以让你分开一次新增，对不对？之前我们是要一步一步做嘛，它这是是一次可以让你新增两台。哦，你看所有主机设成相同的认证，你把它打勾，对不对？哦，这里呢把它输入一下。好，我是二二二，对不对？那、啊、这里呢就不用输入，了，因为它两台密码一样。哦，你把它打勾，这里就不用再输入了。好，当然呢，我们还有第三台，对不对？ 哦，第三台我们也把它加到这边来，OK 哈，我们把第三台把它加进来啊。啊啊，但是不要第三台，因为我们是加到重额外再加，不要现在加。好，因为第三台不要把它加到重机里面，我们把它分开，知道吧？哈，因为我们不把它放在不不放不把它放在这边，就把它删掉。这两台是主要的。如果正式环境上还是你有几台就是几台，一次把它加进来。好，那我们呢叶叉 i 三是属于 C，是属于独立的。哦，我们是练习，是把它独立出来。 所以这两台呢加进来呢，你看认证都一样，就很简单了，下一步，哦就不用输入两次。所以它七点零，那八点零可能还有另外的方方式。如果比较好用，它应该是会引用现在这个模式。好，两个打勾，按一下确定。好，你看一下，好出现警告对不对？哦，然后就下一步，你可以看到哈，它这边底下，哦它告诉你，哦它你它告诉你哦，它 v c 已由什么二二四管理了。 主机只能在一个 v c 系统管理，对不对？如果继续持主机将中断它目前的连线，哦，也就是说呢，你现在连，要把它去强制把它拉过来，另外一边就要断掉，哦，就是它的一个警告。所以这是我们已知的警告，所以说我们也叫也知道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加到新的，所以这不用理它。好，它底下有一些什么哈、哦、group，对不对？啊、哦，目前网络 group 在这边还有一些警告，对不对？ 好、哦，这 group 在这边是不是这些警告呢？哦，当然是说这个里面，因为你叶塞里面有这些东西，它是在叶塞主机里面的，所以跟 VCN 的是无关的，对不对？哦，所以它都会帮你加进来。好，下一步就完成。好，这边呢，你看底下哈、哦，让它去加。哦，这边呢就直接在连线过。那你可以来观察一下这边，它等一下这边就会中断，就会中断。哦，来，我们等它跑一下。 好，这底下哦有它的一个进度表，我们就先暂停一下，让它跑一下，它会去帮我们做 HA 这些功能哦，它会帮我们加进来。好，有没有看到现在是维护模式，对不对？帮我加进来，然后呢，你看我们箭头往下，有没有看到它会帮人维护模式之后呢加进来，等下就会完成，好不好？这边你有们有看到完成时间同步，对不对？ 好，那这边呢进来的时候呢，因为你加进来的时候哈、哦，要特别注意哈、哦。你看他告诉你，所有必要的主机均处于维护模式。那因为你的机器呢，我们原来是关机者。如果是开机的话呢，当然我们就不建议这样，是一是不是一台一台加，知道吧？哦，他们一台你要一台一台加，或者呢，哦，如果是呢你要开机的时候呢，就要什么，把这边先退出，知道吧？哦，你退出之后呢，它才不会变成维护模式。 因为他现在从另外一台机器移植到另外一边去，那他这台机是开机的状态，那底下的机器是开机的，因为它变成维护模式才能够移过去，把跟这边的关系中断掉，所以才维护模式。那但是你呢？变成维护模式就有一个现象，里面的虚拟机是不是都要关机？对不对？哦，所以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如果说像我这样的做法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这样做法的时候呢，你的机器都要关机，你会移不过来，因为机器在关机。那 你要怎么办？你就是在这一台，我们之前不是做过，把这个 V 把这个 cluster 删除掉就好了，对不对？它是不是整个所有的机器是不是离开了？这个就是什么？退出我们的啊、哦，退出我们的 v c 的 n t 六点七，大家懂意思吧？好，那这边呢没有关系，对不对？是不是做好了？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维护模式把它转移回来，进入结束维护模式，对不对？好、哦，那等我们等一下正式的时候再来、哦、做其他事情，就马上做成结束维护模式，就会呢变成。 哦，开机就正常了。好，这三台机器当然开机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两台主机哦，里面呢有虚拟机器，我们看下虚拟机器这边哦，这边还在跑哦，有模式还没跑完，等它跑完。哎，好，这个人让它跑一下。哦，这是必要的一个动作。哦，当然了，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一个两台机器的版本有，没有看到，我们看到摘要。 这两台是六点七，我们看看我们的 VCenter 有没有是不是七点零，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新版的 VCenter 可以可以去呼叫管理我们的六旧版的，哦，这是它的环境。那你如果这个是什么？这两台如果是新版的，旧版就不能管理了，哦，VCenter 是不能管理的。好，我们这边等它跑完，我们来看看，哦，这两台维护模式完成了，对不对？哦，这两台机器呢，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七点零里面来。 哦，喔、这边当然呢，还在做一些哦、喔、一些范本的一些部署，哈，你可以看到它新版它会有一个 OVS 的 OVF 的一些其他功能的部署，我们呢先不用理它哈、喔，它会帮我们你看一下这边的虚拟机器会有一个 VCLS，对不对？这是它的内定的哈、喔，会帮你们建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器在这里，这台也是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两台这两台主机里面是不是都通,通被二一走管理的，对不对？这个呢我们就去、是。 你可以看，就这样移动都没有问题。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等同学一下，把它加进来。当然呢，我们讲说，是不是还有一台把它加进来，对不对？那这一台呢？你可以看哈，我这边的做法，你看我把这一边，我这一台旧版本当然就可以删掉了，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说正式环境你不要删呐、啊，你要把它留着，搞不好七点你等下有问题。刚刚像这样子不能加，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六的六点你是不是可以再加回去？ 好，那现在呢？正常的，我们当然就可以先把这一台六点七把它关掉，哦，就不要影响它的这一台机器的资源。所以呢，我会先把这一台哦，把它关关机起来。好、哦，当然这些模式你要去看一下你正式的环境里面哦。然后这边我把它做关机起来。 好，我来 F 二把它关机 shutdown。你不要关错台了哈、哦，你关错了台还要再开一次，时间就会浪费掉。好，这边呢把它关机起来，这一台机器等它跑完。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哦，加这两台，这两台，这一台是开机状态，对不对？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来看。我们等一下先关完机。好，这樣个连线是不是就不见了？因为呢，你被关机当中，哦，这个连线过就跑掉了，所以我们的这个 V 现在就连不到了，这、就是正常现象，知道吧？ 好，哦、所以你要知道它的特性，所以你要去连到什么？我们的本机上面去看，才看得到，对不对？哦，这边是在本机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虚拟机器里面有两台，一台已经关机了。好，那这台是我们的 vCenter，就是可以先不要理它。好，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这是新版的，对不对？新版的这台二二五跟我们的这一台 ESI 主机。 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哈、哦，我们的 Vcenter 是不是关机了？就等于呢，没有人在管它，对不对？哦，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呢，我去新增把二二三把它加进来，我放在 Datacenter 上面，哦，这一台我不要加在主机里面，我们放在上面外面，我们就可以新增主机。哦，一样。那你看单一台的时候就只有一个而已，对不对？ 好，我是放在 Data Center 底下。好，输入一下账号、密码。好，我们把三台就加进来。好，四，Next。好，好、哦、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哈、哦，你看它是放在 Data Center 底下，对不对？好、哦，它并没有，我们刚刚是在 Cluster 吧，重启，所以现在是在上一层。 对不对？就不是在重机里面。好，这边呢，他就帮你连线进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机器有没有，它是不是开机状态？哦，因为它刚刚是被人家连线当中，现在是没有被人家连线。哦，就是没有人管理它的状况之下，他直接把它加进来。好，那这样呢，你就说把你的微生的哦，把你的 ESI 从旧版的微生的呢，就移植到新版的微生的上面。 哦，管理的界面就移过来，这样呢，你看你在新版的 VCenter 上面呢，你就可以去真的叶插 A 跟 B 去做一个更新。哦，这我们等一下更新再來做介绍。那这个部分呢，哈，到这里，我们先把这一段呢，哦，告诉各位一下，到这边解决掉。哦，这边呢就是我们呢一开始安装新版的，然后登录进去，把你的相关的 Data Center 跟 Cluster 做好，再来呢就是把把叶插 A 跟 B 把它给加进去。 当然，加进之前，我们是建议哈，你可以把它退出，哦，因为你退出的话来讲，会对你来讲比较有一个保障性，因为虚拟机器不用关机。哦，那如果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正常环境正在工作哦，上班时间在做的时候，可能就影响它机器关机。当然，如果关一下没有影响，是 OK 的，哦。好，这边呢哈，退出之后再把它加进来，这样呢哈，我们就完成到现在这个画面，有没有？ 哦，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两台是同时加入的，这一台是单独加入的，这台是开机状态，对不对？哦，所以呢，你现在呢，哈，把这样的一个先前准备的前期工作的一个哦准备工作把它完成了，我们才可以去做后续的更新。那目前这样的环境，哈，是 OK 的，也是正常在运作，知道吧？其实呢，是你在做当中，基本上哈，我们当然你可以学习，如果在公司里面就可以学习银行啊，银行呢，它会一个公告。 对不对？每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要做一个更新，对不对？那你这个更新，然后你现在第一步的更新，现在再把移植过来，你稍微通知一下公司的同仁，大概呢这个做好，你当你更新完你要移加进来，其实很快，你就能通知一下哦，十二点到十二点半要做哦，哦机器的一个更新，哦这样来讲，然后大概半个小时，那后续呢哈、哦、什么时候还做第二次，再跟人家通知一下哦，我们在做夜差的更新的时候再通知一次。 大概呢，那时候就要用一个小时比较好，比较保险。哦，这次大概用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时间。好，这样的先准备工作完成，哈、哦，我们等一下呢再继续进入呢第二阶段。